深夜仓库里正爆发着一场激烈枪战，黑帮枪手如同一条条脱缰的野马，肆意扣动扳机，倾泻着子弹。屋里的男人被打到不敢露头，这时他灵机一动，男人杀到外面，开启了近身肉搏模式，他拳拳到肉，招招致命。现在的他宛如一尊杀神，快速清理着现场的敌人。男人名叫维尔，是美国 CIA 退役特工。就在几天前，维尔被之前的上级找上门，要求他重新出山处理一起任务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欧洲地区发生了几起暗杀事件，有人将这一切栽赃陷害给 CIA， 并给 CIA 发送他们在国外的机密照片，勒索1亿美元。而欧洲各国则选择联合起来讨伐美国政府，一时之间美国成了众矢之的。美国 CIA 为了查清一切，洗脱身上冤屈，便准备让维尔重新出山。在此期间， CIA 探员小美通过死者死亡周围的监控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，此人名叫维克多，是 CIA 卧底在欧洲的秘密特工，他是俄罗斯和希腊黑手党之间的中间人。只不过根据官方记载，维克多在一年前被杀死，如今他死而复生，再加上出现在希腊的命案现场，小美认为这个维克多存在很大问题，而且他手上掌握着关于美国不少的秘密，一旦其手中机密泄露出去，会给美国造成严重后果。小美将情况汇报给上级，后者带着他找到维尔出山。维尔和维克多关系交好，两人彼此之间非常熟悉，只有他才有可能找到维克多。然而此时的维尔是一名瓦匠工，他早已厌倦打打杀杀的生活，哪怕在得知维克多死而复生，维尔也不打算参与这起任务。可惜造化弄人，麻烦找上了他。这晚维尔在楼顶施工时遭到几名枪手的攻击，枪手拔枪怒射，维尔一时没防备，被子弹击中腹部，躲藏在墙壁后。维尔急忙拿胶带缠住伤口，用绳索从高处跳落，落到平台之上，枪手尾随而至。维尔利用护目镜折射的倒影确定枪手位置，然后开始进行逐一击破。维尔甩出安全帽吸引注意力，扔出砖头直击枪手面门。维尔冲上前与其进行搏杀，维尔战斗力爆棚，利用一根电线缠住枪手脖颈，丢进凹槽处。维尔捡起手枪一击必杀，解决完这个还剩下一个。维尔确定对方位置以后，撞破墙壁突然杀出，跟他展开近身肉搏，两人一路扭打到高处边缘。维尔抓住墙壁逼问枪手是谁安排的，两人同时从高处跌落到电梯上，巨大的冲击力导致电梯无法承受，眼看他就要崩坏，维尔讲究速战速决，在电梯坠落前将杀手除掉，自己则爬上高处看着电梯坠落。此刻维尔意识到维克多已经找上自己，他必须要趟这趟浑水了。于是第二天，维尔来到军用机场，跟小美一起前往希腊。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，维尔两人抵达希腊，开车来到一处仓库。维尔来这里找老朋友小白帮忙伪造假身份以及购买军火武器。就这样，在小白的帮助下，维尔摇身一变成了航运巨头，小美则成了他的妻子。临走前，维尔还从小白那里要了一辆奔驰跑车，作为他们身份的象征。随后两人开着车前往希腊城区，下榻当地的豪华酒店。维尔趁着小美洗澡期间离开酒店房间，来到一处酒吧，找到正在狂欢的黑帮大佬。维尔想从对方口中询问关于维克多的下落，当年维尔跟维克多在希腊执行任务时曾跟他有过交集，黑老大拒绝透露任何信息，安排手下送客。维尔见状意识到不让黑老大尝点苦头，他是不可能老实交代了。于是一场大战在酒吧上演，周围小弟虽然越聚越多，但威尔毫不畏惧。经过一番缠斗，这群人被打得屁滚尿流。然而老话说得好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威尔逐渐招架不住，开始找机会逃出酒吧。好在小美及时赶到，帮助威尔脱离困境。小美之所以能找到威尔，是因为他在对方衣领处缝制了一枚微型定位器。当然威尔对此早就知道，刚才他在打斗过程中将定位器塞到黑老大身上，威尔要来小美手机开始追踪黑老大位置。威尔怀疑黑老大跟维克多有关联，毕竟仅靠维克多的个人实力根本无法做到这一切。路上小美想知道维克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威尔解释当初维克多身份暴露，遭到俄罗斯黑帮追杀，维克多向 CIA 申请对家人提供保护，结果维克多家人还是被杀。从那天起，维克多精神出现异常，开始疯狂报复屠杀他认为涉及到此事的俄罗斯人。事情发生以后，组织派维尔去除掉维克多，
威尔照做了，他看着对方死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维克多现在又活了。在此期间，美国 CIA 网络遭到维克多入侵，揭露了他们一系列在国外的罪行。维克多要求 CIA 往他指定的账户里用比特币支付1亿美元，不然他就将美国的丑恶嘴脸公之于众。威尔这边跟踪黑老大来到他的别墅外，等黑老大出门，威尔带着小美潜入其中寻找线索，果然在一面墙缝里发现一部手机和下一个目标信息。这时一个黑帮小弟走了进来，威尔带着小美躲藏起来，没想到还是被对方发现，迫不得已威尔选择杀出来跟其扭打在一起。此人战斗力爆棚，威尔遭到对方暴锤，小美站出来拿枪制止，小弟漫步上前，然后突然出手打掉小美手中枪，接着小弟摁住小美的头，重重的撞向酒柜，小美受到重创，威尔站出来还击。小弟死死缠住威尔脖颈，威尔根本不是对手，小弟抽出皮带死死地缠住他的脖颈，关键时刻威尔摸到袋子里的工具，回头一击必杀，送小弟领了盒饭。威尔起身带着小美快速逃离了现场。第二天，威尔带着小美跟小白来到目标梅拉斯所在的街头，等着维克多出现。梅拉斯也是一名记者，防止被维克多发现端倪，威尔并没有将他成为目标的事情告诉对方。然而维克多还是发现了威尔的存在，他竟然主动联系威尔转移其注意力。原来当初是威尔念及旧情放走了维克多，而两人私底下还有着一定的联系，只是威尔也不解维克多怎么会变成这样。此刻维克多来到梅拉斯身边，一枪将其击毙。等威尔反应过来，维克多已经驾驶摩托车逃跑。威尔来不及多想，在喧闹的街头选择拔枪射击，摩托车被子弹击中发生侧翻，此时整个街头已经乱成一团。威尔摆脱人群赶到摩托车旁时，维克多已经消失不见，枪声招惹来了警察。威尔带着小美几人进入岔路，快速离开了现场。在这之前，威尔还从梅拉斯以及摩托车上找到了一张照片跟平板电脑，小白将电脑拿走破译里面内容，威尔将照片拿给小美查看。此人名叫路易斯，是古巴驻联合国大使，之前此人曾在中情局的打击名单里。很显然维克多手中有着一份美国要打击的机密人员名单，根据这一点，威尔推测组织里有内奸，而这个人很可能是派他们来的上级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威尔不再相信组织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但小美明显不信任威尔，面对上级的来电，他还是选择如实告知。不出意外的，梅拉斯的死被扣到了中情局头上，在国际上引起骚乱，各国都在谴责美国。威尔一脸的无奈，为了查清这一切，威尔准备单独行动。当天晚上，他找上维克多曾经的上级泰伊，打探维克多的行踪。对方最开始也认为维克多已经死亡，但随着勒索视频的出现，泰伊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他安排手下从勒索视频中追查到 IP 地址，将其交给了威尔。当泰伊得知威尔手中有维克多电脑时，他想要过来调查里面信息，却遭到威尔的拒绝。后者不想把泰伊牵扯进来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威尔回到酒店，却被小美用枪指着脑袋。原来小美发现了威尔跟维克多之间存在私下联系，威尔见状快速卸掉他手中枪，跟着表示到时候会向他解释一切，只希望他现在能相信自己。就在这时，小美收到小白发来的短信，约他们到仓库见面。两人急忙驾车赶了过去，却在这里发现了小白的尸体。看来这里的位置已经被维克多发现。此刻仓库外传来脚步声，小美探头查看，发现是黑老大跟他小弟，他们已经把仓库围住。下一秒，双方爆发激烈枪战，威尔掩护小美进入地板下，自己则化身黑夜屠夫冲出房间大杀四方。子弹打光开始近身肉搏，他招招致命拳拳到肉，面对凶狠的黑帮成员，他没有丝毫手软。然而战斗到最后，威尔万万没想到黑老大居然绑架了小美作为要挟，逼威尔放下武器出来聊一聊。迫不得已，威尔只能答应下来。威尔来到黑老大面前，他只有一个要求，放小美离开。黑老大同意了，怎料小美前脚刚走，威尔便丢出大招，从背后掷出炸弹扔进黑老大房间。威尔迅速掏枪，一发子弹打爆炸弹，伴随着一阵激烈火光，黑老大连同小弟一起命丧于此。威尔从仓库里出来，坐上小美的汽车，两人一起回到酒店。路上威尔将放走维克多的事情告诉了小美，当初维克多是组织里的顶级特工，上级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，解决掉一位美国的政治对手，此人便是希腊的外交部长。维克多做不到，明确表示了拒绝，没曾想组织却对他展开报复，残杀了维克多的家人。后来组织又派威尔去除掉维克多，威尔不忍下手，选择放过了他。
现在发生这么多事，威尔必须找到维克多，结束这一切。就在这时，中情局领导答应了维克多的请求，愿意支付酬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威尔的任务也算是结束了。领导特别指派新面孔小美负责给维克多汇款。当然，威尔没有放弃追查，主动联系小美寻求合作。这天，小美带着 U 盘前往维克多指定的餐厅汇款。她刚走进楼梯拐角，威尔突然出现，先是毁掉小美身上的监听器，然后自己拿着 U 盘进入房间跟维克多交易。没想到房间里并没有维克多，只有一台电脑。威尔将 U 盘插入电脑，系统开始自动转账，同时维克多的视频通话也出现在屏幕上。时隔多年，两兄弟再见面依然没有了之前的感情。维克多告诉威尔，他会以中情局的名义杀掉希腊外交部长，从而引发国家之间的战争，以此完成对组织的报复。威尔试图对他劝说，根本无济于事。没想到转账结束的瞬间，地下室的门被远程关闭。威尔低头查看，发现桌下有定时炸弹，他来不及多想，迅速将桌子推到门口，自己藏在椅子后面。伴随着一声巨大爆炸，整面墙壁被炸开。威尔也受到爆炸波及，晕头转向。不过很快他调整过来，爬出了地下室。通过刚才的视频通话，威尔判断维克多就在附近。果不其然，威尔出来以后发现了远处的维克多，他立马招呼小美开车前去追击。双方在希腊街头展开了一番夺命追逐。威尔驾车横冲直撞，他找准时机一脚油门冲过去，维克多驾驶的货车被威尔当场撞翻。维克多先是查看了小美伤势，确定对方并无大碍后，他快速下车，来到货车旁，却发现维克多不见了。此时，希腊外交部长正在广场做演讲，痛斥美国的所作所为。威尔想起维克多的话，立即赶去广场，果然找到了正准备动手的维克多。威尔没有多想，维克多从高处跌落，威尔上前补枪，送他归了西。赶来的警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随手开枪打伤了威尔。好在他并没有大碍。维克多被现场击毙后，中情局将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推到他身上，先前的暗杀事件也都是维克多的个人行为，中情局将自己宅得干干净净。小美来到医院看望威尔，提到维克多账户里的钱不知道被谁转走，很显然在维克多的背后还有人进行操纵。果然，威尔想起了太医，当初他只把平板电脑的事情告诉过对方，而小白则在当天晚上就被人灭口杀害。威尔感觉身体好转，起身前往太医家，正好碰见对方收拾行李准备跑路。原来维克多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太医的功劳，他利用维克多对中情局的仇恨对其洗脑，然后操纵他进行暗杀行动，借此勒索中情局1亿美元比特币。现在那笔钱就在太医手上。就在这时，威尔听到外面传来刹车声，他顺着窗户看去，几辆黑车出现在楼下，车上下来几个壮汉。等威尔反应过来回头时，太医已经离开房间。威尔没有束手就擒，他将几个东西塞进烤箱，自己则藏到阳台。威尔受到炸弹波及，从楼上跌落，正准备离开的太医看到威尔没有死，一脚油门冲了过去。关键时刻，小美及时出现，对准汽车疯狂点射，成功击毙太医，救下了威尔。而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片名《谍影追凶》，一部最新上映的美国动作片，由艾伦·艾克哈特领衔主演，整体剧情偏烧脑，打斗戏非常精彩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找原片看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让我们下个电影再见。